好，先生，请问您从哪里来？我从台中来。好，请问您为什么这次会来参加这场游行？因为历任美国总统只有川普最挺台湾啊，不管在军售方面，或者说这个其他政治的作为上面啊，他是历任美国总统最挺台湾的一个。那所以这一次他受到选举不公平的待遇啊，我们都要站出来支持他啊。那也希望说这个不公平的这个选举舞弊的情况能够揭露，让世人知道啊，川普其实是受到很大的打压啊。因此呢，我们台湾的民众呢，应该都站出来来支持，来挺川普。那有人说这样子是干预他国内政的行为，那您对这点怎么看呢？我觉得这不是干预他国内政啊，因为台湾也不是一个很大的国家，而且台湾是一个很和平、很讲正义的一个国家啊，所以我们只是表达强烈的支持，我们并没有任何干预这个他国内政的一个作为。那我们这次游行的另一个主题是灭共，请问您对于灭共有什么看法？其实从中共最近几年的作为，我们都可以看出它是一个很邪恶的政权，人民没有真正的这个自由跟民主可言，所以如果说中共不灭，这个世界还是永远隐藏着祸患。那您今天看到这么多人来参加这场游行，你有什么想对就是还没有来参加的人想说的话呢？我觉得凡是有良知的台湾人都应该站出来挺这一场的活动，让世界各国都能够看到这个川普总统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一个真相。大纪元时报遍布全球，不受财团政党影响，真实感言。不管是想了解国际局势、两岸议题，或者想要寓教于乐、丰富人生，您需要的都在大纪元时报。订报专线0800566688。